叫你安尼一直在假笑，到底是虾米目的？别再不知道这领导呢，阿那无，我真正会把伊变到一无所有。我要知讲，伊这阵的杂病叫用提早了后，即马到底虾米状况？所以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做一遍，我会把甲拍伫个涂骹。我唔知道当顺利接班。我阿哩三工来离婚，离好啊，我就甲你讲。雪莉，你伤害我的准多少？这阵甲杨慧的代志嘛，甲你有关系，我一定要把你的垃圾袋拢总查出来，互你受着惩罚。 你若想要嫁做好人，我都无可能接受你。顶摆伫阮爸面头前嫁做好人，你这个袂见笑的查某。小心点！啊！三步头人！叫你安尼一直在假笑，到底是虾米目的？别再不知道这领导呢，阿那无，我真正会把伊变到一无所有。我相信你已经有办法对付杜成恩，让伊离开司法体系，莫变成你的阻碍。不会太高，不会，我今日就要你付出代价啦。 亏心啊！家有两个人的头毛，麻烦你替我去送杨家 DNA 亲子鉴定。我发现两个底下的起起出出，这啥？我跟我。你家讲，你对杜成恩无感情，何小平的指控哦，一切自有论断啊。总长，阿姆哥杜成恩，你最贵人的疏失，下令行政考虑。恁两个先暂时停止，叫小调查。陈嘉诚搞不搞安尼看停止啊？ 我想要找伊出气，甚至让伊无头路，甚至要让伊无命嘛是大好。你输底下用这款方式来对付伊，你敢知影？你嘛敢会甲我唔是好人安尼？自私嘛好，正义嘛好，这拢是我的决定，你莫搁管啊！你唔是甲我讲，张嘉玲已经伫离婚协议书顶头签名，啊，你手上就紧办办呢？我要知讲，伊这阵的杂病叫用提早了后，即马到底什么状况？所以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做一遍，我会把甲拍伫个涂骹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